将军有大道，进步还挺好看。这张画好像灵山。哎，你接了告示，可见过这画上之人？当然，他可是我最好的朋友。那你可知他身在何处？他一会儿就回来了。你报官有功，官府必有重赏。 陛下，你是不是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的大人物啊？为什么这么说？刚刚他们在那里贴你的画像，我不怕他们抢走，我就给你拿过来了。